世人皆知，当德布劳内状态不佳时，瓜帅会立刻将他按在替补席，并对他说道，除了梅西，没有哪个球员在我手下是场场首发。假如梅西加盟曼城，英格兰边锋福登一定是最开心的人，因为福登曾说过，梅西是我的偶像，他一粒粒连过数人后的进球是我对于足球最初的启蒙。不仅如此，哈兰德也一定会举双手双脚赞成梅西加盟，因为如今的哈兰德在德布劳内的助攻下，英超进球早已突破30大关。若是梅西这样的作饼大师加入球队，哈兰德的进球数可能会上升到前无古人的高度。如今大巴黎的种种作为已经引起了梅西和球迷的不满，而作为球迷，只希望生涯尾声的梅西能够加盟曼城，能够再次捧起一次欧冠冠军，